那有没有折到对方？有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！我是小哥哥，你最爱你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逢甲夜市。今天现在慢慢已经解封了，所以开始有人潮了。于是逢甲第一组回来了。那今天小哥要来实测的主题是，我想要知道女生在上面怎么样做才会更爽呢 ？OK， 那在这边开始，这边订阅频道，猪八戒、云云们的鼓励下，更多话在这边，大家。另外呢，如果你们要购买里面很潮或是保健型玛卡，都在下方购买。那我们准备开今天的实测啦！耶、！Hello， 你好，全员怎么称呼？我叫瑞。我想问一下瑞，你过去有没有在上面的姿势过？有啊。那你觉得什么 people 比较容易让女生达到高潮？自己动吧。那来来来，你是上下左右前后还是旋转？前后啊。那你是属于忽快忽慢还是一直很快？循序渐进吧。所以男生不用动？不用啊。不用啊。所以那你是面对面还是背对他？面对面啊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姿势？自己比较舒服吧。哦，所以你也觉得女生自己动比较舒服？对啊，在上面比较舒服。那你会觉得男生这个姿势比较快乐？会。那你还喜欢？啊，成就感啊！你会不会十秒啊？就继续，然后这样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？你有遇过？没有。那如果他真的十秒怎么办？那就拜拜啊！你你们直接拜拜，认真？真的、啊。所以你过去都没遇过？没有。所以如果对方十秒？你会怎样跟？那你会怎么跟他说？我们不适合。对。所以性生活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啊，这是情趣、欸。你是属于主动型还是被动型？都有哎、欸，你就互相吧。那你会主动，像现在你会主动挑逗男生之类的，还是你是属于被支配型？都有哎、欸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被支配吧。就哪一个趴着这样？对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爽，你想要在上面，你会怎么跟他说？嗯，就加躺着啊。那有没有折到对方？有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笑那么大声？因为男生会干掉啊。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，你前后前后，然后他把你给到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他当下不会讲，只是之后会讲。哦，他当下没有讲。对。那你会不会滑出来？会啊。所以你觉得女生在上面比较容易滑出来，还是会跟肠道有关系吗？你觉得？没有，是自己动的关系。哦，所以其实男生如果弟弟比较小，上下动，女生在上面其实不会影响到。这我就没试过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都是长的，对不对？我才教几个。教几个？几个？才三个。三个都教很久这样子。没有，这个比较久。多久？五年多。哦，真的蛮久的。那你们会因为在一起久，会想要尝试更多的姿势或口味？有啊。有，比如说。角色扮演。干什么？你要问那么细吗？可以分享一下啊，在一起五年不容易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现在很多啊。哪有？大部分可能几个人就分开了。那你觉得情趣很重要？对啊。然后角色扮演，那你是扮什么？很久没有了，现在不常见面啊。哦，为什么远距离？对啊。哦，所以远距离关系。那你下次要扮什么？学生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在上面的时候，你说最快达高潮是什么？对，我就是一直动就好，前后动，越动越快啊。那你有没有动到就是自己不舒服？太干，就会。我等一下给你一个东西，叫做里面很潮，听过吗？这个东西呢，可以帮助你做三个小时都不会干，你换姿势都不会干哦。真的？真的，最少估计一个半小时不会干，吹电风扇也不会干那种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太扯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请朋友亲身经历过，他们坐三个小时，从床上坐到汽车旅馆停车场，三个小时不会干。三个小时太久了吧？那你可以坐一个小时啊，差不多吧。是不错，我等一下真的会给你哦、喔。OK， 那如果喜欢瑞的，可以专门预算在这边。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称呼？三妮呱呱。来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你们对于啪啪啪这件事情，女生在上面有没有什么 people、啊、是你们觉得比较舒服的？就自己动快一点啊，可是很累、欸。你觉得这样很累？嗯，就是体力不够好。你怎么动？有分上下动、前后左右旋转。你要前后跟上下都要一起动，那个男生也会舒服到。前后上下。对。所以是先前后再上下。对对对，那男生才会舒服。然后你重点，你还要再夹紧。
你说凯哥运动那种夹紧吗？凯哥运动的夹紧。对。哦，要在做的时候要夹紧。对啊，就是边夹紧，然后又有那种收缩的感觉。哦。不是跟你说的。没有，就自己研究，自己研究看男朋友的表情。对。哦，那你是背对还是面对？都有吧，面对比较多。比较有感觉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你们也会看男生的表情？会啊。不然你怎么看他们是异口同声呢？是喜欢看男生哦，那很爽哟。对啊。那如果一直翻白眼，就是有达到我们那个境界了，转。那你会滑出来？滑出来不太会，不太会，我那么紧，对不对？到底是多紧？换你了，来，你的 paper 是什么？来 paper， 他刚刚讲的很明确。我比较不喜欢从上面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上面没有很舒服，我比较喜欢从背后来。背后喜欢男生动啊。女生在上面，男生也可以动啊。男生会比较累啊，比较吃力啊。哦，所以大部分都你动。没有，都有动，对，都有动。对啊，人家会都有动啊，你又没跟人家叫他动。啊，我比较喜欢从后面。对，因为感觉后面可以。顶要比较上面吧。哦，那你觉得从后面跟女生在上面的点是一样深的吗？坐在上面会比较深。对啊，人家坐在上面比较深，所以你是觉得从后面比较深？对。哦，在上面比较不容易深，而且又累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刚刚讲一个关键是，你们喜欢看男生爽的表情，就如果女生在上面在动的时候，女生在背面也可以啊，背面可以看进展。哦哦，哇靠！这个其实他是旅馆哦，房间也可以有啊，全身镜啊，然后就在全身镜的前面这样。哦，你会在全身镜前面坐？有时候吧，真的，就是会换不同地方这样。你说坐一坐，然后你会换到这里？对。然后在全身镜前面坐，然后可能你在上面，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当的自己，是不是？是当的男友。哦，他在动，对对对对。然后你会看到自己镜中的自己，你就觉得很爽。然后他也会看到男友的表情。对。啊，你在上面也可以看着他，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他不喜欢自己动吧？对，我不喜欢自己动。OK， 那我是艾琳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， 我是小哥哥艾琳，最爱你。男人的救星，女人的福音，到我啦！那在我们过去两年多的街访当中呢，超过上千组的人给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太赶，做的时候会有痛的感觉，或是不够激情。你们的心声，小哥哥也都听到啦。不敢说绝对好用，但是用过的，包括我自己，保证一试成主顾。你的味道呢，是经过严密调制的，所谓的费洛蒙的香味，就是你闻到这个味道，你会想要的味道。不管男女，我们现在出货会随和附一个超精致的精美小礼物。如果你们想要购买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或是到我的虾皮卖场。Yeah! Hello， 你们好，学员你们怎么称呼？好的，丫丫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几腰啊？23吧。因为而且等一下，你几腰？差不多，23、24，差不多。哇，他们的腰很好看嘞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腰好不好？我想问一下你们，有什么 paper 可以让女生在上面比较容易达到高潮？一直摇吧。一直摇，来，一直摇是前后摇还是上下，还是旋转？我喜欢，都喜欢哎，应该是上下吧，应该是左右吧，都有啦。那你是属于你动还是对方动？都有。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舒服？不一样的感觉啊，怎么讲？怎么差别在哪？差别在哪？你自己动的感觉是什么？很舒服啊。那对方动吗？就主要看他表情啊，不然呢？哦，所以你比较喜欢面对面。对。那怎么样让你觉得最舒服？那是顶到吧，是你自己动的时候顶到。对对对。那换你了，来，你会一直笑。你的 paper 是什么？他的 paper 是他讲的。我就是顶到 X 点了。等一下，不知道怎么顶，不知道怎么顶的，要跟大家分享都怎么顶。就是要很深入插进去。是，那你是面对面还是背对？面对面。你也是面对面。那你是上下吗？还是上下？你要蹲着，都有，蹲着坐着都有。但那是你动还是对方动？就一起动啊！一起动，一起动比较爽啊！所以女生在上面，男生也可以一起动，可以啊，才有感觉，对。那男生比较快出来啊！对，你想到一个关键，你们觉得女生在上面是不是男生比较容易射？男生就是要听女生叫，那不然呢？还有表当一点，大叫一点，对啊！如果你们那边动动完，他出来了，这样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说啊，就只有这样哦。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太
慢降，那你就是慢一点。对，为什么可以慢一点？有时候男生爽完，女生还没爽完呢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女生还没爽。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在上面？是不是因为？不知道欸、因为有些女生喜欢找那个点。对对，找那个点，没错。那你们是自己发掘，还是对方曾经跟你们讲过的？自己发掘、啊。自己发掘。那如果男生不动欸，他就在那边，然后你们自己动，你会怎么跟他说？不会讲欸，自己动自己的。哦，自己动自己的，他不一定要动。对啊。也是。对。对啊，你每次都找那个点吗？会啊，我找到啊。你找得到？到底在哪里？感觉嘛。那如果点不对呢？换姿势、啊。换姿势，点早点。如果女生在上面，然后男生如果摸你的胸部或是你的痘痘，会不会更爽？当然多少会啊，会。那你会叫男生摸吗？会啊。还是你会自己摸？你是自己摸还是男生摸？叫男生摸。你会叫？你要怎么跟他说？你要怎么跟他说？给我摸。是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那你要怎么说？我说你帮我摸一下胸部。好有礼貌哦。不会。欸，我觉得他蛮可爱的，就是他跟大家说，他不行啊，帮我摸一下，拜托了，拜托。OK， 那如果喜欢他们的朋友，可以做麦去账号在这边。Yeah! Hello， 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叫 Selina。OK， 好 ，Selina 嘛，对不对 ？Selina，Selina，Selina 是什么罩杯？G 啦，你只有 G 吗 ？A B 大 G 小 H H， 来，我让我挺胸一下，我们来让他看一下 H， 没有十个请欣赏。耶、yeah! 欸，那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都喜欢跟你交？他们都会要求，要看我心情哎、欸，真的、喔、不一定都会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 paper 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怎么样让身在上面更容易让女生达到高潮？男生动吧，你在上面要男生动哦、喔。嗯哦，所以你自己不会动？会啊，可是那个感觉不一样。哦，你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哎、欸。反正你喜欢男生动，就是女生要蹲好。哦，你是蹲着，那脚会酸吗？会啊，那叫练啊，没有。所以你觉得反而是男生动比较容易找到你的点？对。你觉得男生在做什么姿势比较让你比较容易达高潮？其实我比较喜欢男生也是坐着哎、欸，女生也是坐着。你坐着，男生也坐着，男生怎么动？就要变女生动。哦，你说男生坐着，然后你坐在他上面。哦，你是背对他是不是？正对。正对哦，那你是上下动还是左右动还是前后动？前后动吧。哦，你是前后动，那你动的频率是一直一直一直还是会忽快忽慢？看感觉。那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容易爽？你是属于那种喜欢那种一直激烈还是？喜欢激烈的。一直激烈那种。对。那如果太快出来怎么办？就十秒就下一个。再见。他很有钱哦，对你很好，很有钱。那我可以在外面再找一个吗？哦你有遇过真的不行的吗？有啊，有，他是怎样一下就出来十秒，不到一分钟吧，就封锁了。OK， 那如果喜欢 Selina 的，可以就他去找我在这边。Hello， 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称呼？关关 Eva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女生在上面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点？我不喜欢在上面。他为什么？我不喜欢动。对，不，对，对他讲很真的、啊，很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累，我不喜欢。但是是不是比较容易达到高潮？还好吧。还好，你觉得还好？因为我比较喜欢从后面来。哦，那是你不喜欢动。对，我不喜欢动。以你过去的经验来说，你觉得女生在上面怎么样找到那个点？上下吧。哦，你是自己上下。对。那你觉得是自己动比较容易爽，还是对方动？因为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女生自己动，然后有一种是男生。男生吧。你觉得男生动比较容易达到高潮？我没，哎、欸，对我好像没试过男生动，我好像自己动。你都自己动，你看多可怜，好不好？下次可以试叫男生动。没有，你自己动。你在上面男生动没有过？没有。你怎么动？就是上下，不是前后。动腰这样的。嗯。动腰。嗯。前后动，然后你有时候会上下。嗯。那你觉得前后动比较爽还是上下？前后。那你觉得女生前后动的时候腰需要比较好？不会吧，感觉吧，感觉到了就会了，我觉得。那你是面对面还是背对他？因为有分两种。面对面。哦，面对面。对，背对比较深。等一下，他换他说了，所以你是女生在上面，你觉得背对男生比较深？对，比较舒服。哦，那你也是前后动吗？还是上下？用扭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女生跳舞不都用扭的吗？就像那样子。哦，所以你会跳舞？在上面扭，我不会。那你怎么知道用扭？
就是自己找舒服的方式。所以扭动是一个关键。嗯。背对的时候，然后在上面他打屁股。对，嗯。画圈圈不会滑出来。就是因为你往后的话会比较深，然后要有一个角度。那你觉得男生的长短跟你这个姿势会有影响？其实没影响哎，也是要看男生的技术，他们也是会瞧自己就是刚好两个人刚好的那个。嗯、OK， 那如果喜欢他们的朋友，可以上去账号在这边。耶、yeah, ！我是小哥哥，你最爱你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石头就到这边暂告一段落了。小盖里跟你们说，女生在上面呢，普遍就是女生喜欢前后上下动。那如果男生可以跟着动，女生会更爽。女生一直自己动很累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男生可以的话，是时候展现你们腰力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台湾区情趣类商品找小哥盖里就对了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支持 IG。好啦，那我是小哥艾琳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！大蟒蛇下班了，下班还是这么硬，硬啊，硬硬硬啊！再见，美好时刻请欣赏。前面有东西掉了，往下剪一下，往前剪，慢慢剪，慢慢剪，你要慢慢剪，来，再一次，慢慢剪，你很为难我，来，慢慢剪了，慢慢剪，来，东西掉了。